中央电视台，中央电视台，观众朋友们，您现在收看的是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 A 组的首场比赛，巴西对阵中国，赛事正在向着重要的淘汰赛阶段稳步前行。等到最后的检查完毕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观看比赛了。观众席上现在是人山人海，希望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能够不负众望。这场比赛的门票已经炒到了很高的价格，要对得起票价呀！内马尔打门球进了，球进了！内马尔这跑动给了吴磊，吴磊打门漂亮！吴磊这场比赛，吴磊再次站了出来。中场休息的哨声响起了，双方球员都回到了休息室，接下来比赛仍然充满着，都还在脚下弹起来了，弹起来了，打出来！吴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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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磊！比赛结束了，中国队赢了，比赛结束了。我们要感谢中国队在场上这些小伙子们，今天有过非常危险的时刻，有过比较困难的时刻，但是他们坚持到了最后。你只有坚持下去，你才知道未来会不会更好。